嘉义这边固定礼拜四，江湖一高炸。哪一个位置啊？三只五百。我注意啊，乌来，哎，不注意我这。黑的，黑的去。黑的，黑的，那一份要五百哦。那我就保留，不给进行服务。挂钩。阿蛤蟆。阿蛤蟆后。那先买土著鱼。好贵。这样，好，来一来，来一杯果吧。这无空的，这无空水，这无包装。哦，今天没卖过，对。那天卖火鸡啊，他们哎，这个价比较难时间找，因为爱死吃的这五张炸过来，鱼翅里面没有就是没有。哎，这个是板板，板呀，板。昨天在那个桃园，不是我一直在说，哎，有一个长得小小只、很可爱的，后来看到上来有点，他说他身高不到140，哇，好小一只哦。我喜欢那一只，买一只，500块，没有干嘛？啊，300块，这个300块，300这样，匹配的300块。好啊，快点，确定。300块，那青鱼片300呀？对，三只500，那虾啊，虾啊500。哎，几多点钟包来？有流浪吗？没有。先来个包包。不过我有一个邪恶的想法。哇，1300哎！她老公进不了。哇，好像都在，好像娶一个未成年的回家。人家好像结婚哦，他说他是欧巴桑小姐，那应该是结婚的。剩下的蛤蟆帮你留起来，还有蛤蟆吗？好，好像还有一份，我帮你留起来。华一，通华一。哎，这贵也不黑啊！哇，你一个鸟啊，这两个啦。哇，哎，黑了，都过来穿起来。你可以等，是你要等什么？哦，是老飞人啊，你别担心。这钱。你那零五零块小卡，你别担心。等一下，阿哥人要黑啊无啊？好吧，黑啊无人买了吼。阿兄，你蛤蟆包起来，买两只。不要，还是买两只就好了。来，挪回去一下。好，华英，我帮你留蛤蟆了。还三顶，还五顶。东口的这边是嘉义凤和嘉义市东区凤和路11号，在地人叫这张旗子东市场。阿姐阿姨要结婚嘞。你要不要结婚呀？要我留东西的赶快啊！哈。昨天那个不到140，不到140公分哦，那很好，我是非常棒，因为又轻又好抱。好了，还
来四五包走哩。头一个拢剩了嘛吼？哎，拢剩了。哦，安尼好。我五锅以后嘞。哇，还是这不会的，像不会的。
表演特技，这旁的专门，你表演特技。后空翻姐，后空翻姐。后空翻的，后空还袂练手，还袂练手。后来，哦，这年龄更熬，还过来么？下人捡的来去捡。大招啊！会争吵。还过来。空。还过下么？下人捡的有无？还头前过捡，哦。你包豆皮，你才煮汤的啦。好，你也要一个好了，头一个啊，边个一个。来，还够人买无？无啦吼。哎。啊，香鱼啊。香鱼哦，香鱼买一箱嘛吼。无啦，三包好啦。一箱好，三包。系啦。一箱才六百尔，买几箱咧？啊，我买五碗啦。五碗哦，今日无五碗咧，歹势啊伊。安尼我碗伤贵啊，无同。好，你过来好了。小六百，你买几箱呀？好不？不了，我放十万块。怪怪。十万块的哦。你说昨天那只小芝麻？对啊。那昨天那个小芝麻，我从我那边的角度看过去，我以为只有高中生或国中生。还过来不香鱼几箱不？六百块呢。我哈。还是要三百、哦你？你去看我留言对不对？无啦哦，留言上面有他的照片对不对？对啦，包鱼，啊你要啥物？虾仁买五包好不好？这大粒的，大粒的蒸虾球的啦。我虾公，包鱼，哎，包鱼我来，哎，先别怪个后头来。看那个照片，你说他成年我还不信，因为他说他不到140，走在路上说他未成年，我怎么都信。这下年你等起你搞钱的球对吧？啊，这无啥刷金免要啦吼，还五百块嘞。啊，过来，我来包五百块，包五百块，等下有人要提。这大粒的吼，我一斤7也不多，还500块了，还够人买500块下哩，包一桶起来了。哎，包一桶起来。Hello。啊，虾仁够人买无下哩呐？虾仁也好，虾仁够一条。下萝卜糕啦。萝卜糕好了，要不要先来个萝卜糕？我们包鱼，我包鱼甲袂济啦吼，啊，这虾仁甲够食啦，包鱼。四十了，要修。还包一块300块，什么包鱼？阿姨啊，哟，你等于这没做哦。小资果然有先天优势。你要不要来？那要300块，你要不要10块？你会一百了，好吧？还400了。人长得娇小，果然有先天。过来，要包鱼不？快死了！我从我那角度看看过去，你用清汤挂面的，我以为才高中生呢。好 ，OK。现在我们讲太浪费了，天哪！还是找我爸，太浪费了。40岁女儿，29、21岁就生女儿。啊娘！我你老公怎么这么拖产呢？不会我爸了。哎，你上班不？新娘啊，无啊，你讲新娘娘。那个小可爱的老公，太浪费啊！那个11岁你就弄个下手，你想偷产？哎，兄弟，我买两包500的，500萝卜糕，有人买哦？无啊，我带你去。20岁，我快点给你买啊！才刚成为公民就把人家骗走了。啊！你怪中看的啦，这骗走。老公果然是快很准。你买只买3包，2包，3包，4包，这爱收盐吗？五地来，6地好来。你个倒水啊！2、3、4、5、6、7啦。八地、9地来，你10地好哩啦，300块。好，这是好方法。啊，搁先买白带鱼的有无？白带鱼啊，好无？头家来来，你2地来，你2地、4地、6地啦，你6地，我来8地，来来，半多哩。还十条来，有四条在抓了，不着水啊！来，做着水哦，做着水就变啊！还只能抓三条来，跟你老公讲一下，20年前就给人家出产自家用的，他的感觉哦。
中破的。积分我知道啊，你还更快嘞，你还三。你这还输也无啊，你做一个上来300块来找你300块。最厉害的是信分，信分好像16岁就被老公拐走了。啊，被大哥人卖无？还一边还一个钱啦，还两块四的，还六块，八的，还落来落过来，十的落来300块。哦，你老公没有找你们角色扮演？啊，我没有过来。啊，过来，我陪带伊无？陪大哥人来无？无啦吼。来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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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来。什么啊？啊，靠，遐拄啊袂贵呢。过来，来，我甲放来啦。八折啦。拄我用的呢，八折。哎，陪大哥留一份起。陪大哥留一份好来。你蚵仔啥卖啊？蚵仔要300块起啦，这一包两斤重，两包二三百，三包啦，好不好？两包五百啦。两包今年两包好了。想当初我较凶，阮囝今，阮囝想找囝，可能即马离世。还有两百，蚵仔先卖。蚵仔食无了吼，挂水冰下骹站，保险无好，个冰一礼拜袂害好个。好好你好啦，这个人够准则的哦。还是要通知的，是不是？贪婪就算要问人家女儿嫁了没，要先问的也是我啊，有没有耐心给我嫁？不行的，人家跟我相同年纪。可以设笑脸骂哦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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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受你的影响吗？我今日无去买王品家。安尼哟，我咧讲种阿上开心的，反正两只够下来两百块了，那这边肯定够钱。啊，各位，够下来这两百块两百，哎，两百俩，我来头前两个来，头前两个来，好啦。24哦，哎，那你有卖吧？啊，你有人好来，好啦。啊，各位，够下来啊？够两三块，够两三块就好了。你忙啊！你卖钱，你要跟领导提供卡卡换。太兴奋，我回去问一下我老婆，被我抓得。我先不是三百一的吧？三百一啊！我啦，抓得两块两个进来。你叫我呢？看你要带等级用卡。啊，过来卖不？四百一啦。四百一，哎，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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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卖三百一哦。好嘞。哎，过来不就先来？啊！落雨买三百也包，你哪会关机嘞？我好落去嘞。你个北边，你个北边。不少。这地方，哦，地方那个，没地方了。哎，你头前你阿姨咩？头前你小弟讲要吃八只，八只很老哦，八只。哎，你等你搞大只，爱收养只，哎呦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公斤。三高买卖啊，那大概去百货拢买袂少，买袂啊。哎，过来，我们吃肉鸡来回啊，大家很老拢无要吃。哎，我今天除非你有丢讯息给我，要不然我不会知道你有加我。你有杀我了，这有所谓，我搞不了你解放。哦，这大家辛苦啊，大家辛苦我嘿。是，是先解放，了大家起行去。就正个，你直接抬个两块三五千两块五，千两块干老话，抬起来有抬八。就正个上来了，八八，你不会晓啦，你讲个。你有传贴图？好不啦？